今天在单位吃一个工作餐，这是在人家对面饭店特意订的饭啊。这个在农村里边现在好多都是用来，就是个别的村庄好多都是用来像过会啊什么结婚都弄这个菜，叫货菜。给大家看一下里边的东西啊，这里边有猪头肉，还有豆芽、粉条，这是韭菜。货菜是一个方言，应该说叫拌菜吧。看啊，猪头肉配上菜，吃个馒头，也是特别的方便，特别实惠。还不贵，还不贵，这是10块钱一份。如果自己制作的话，那成本就更低了。猪头肉、猪肝、猪心、猪肺、猪头，反正都是猪下水，上面铺的一层都是猪下水。底下是粉条跟豆芽，还有韭菜，炒菜吧应该是。味道还不错，